虽然已经熟知了，但是现在这个级别，二五岁级就讲过他。不是，不都是只有我要睡你快快的。中国看到房子倒塌，还有我的样子，买来得及转移的，都一下跟到那个垮的那个历史流走的，那真的是今天弄的，面积太大了。我们凭借科技的手段，加上人防、物防、机防三方面相结合，石门的滑坡，它通过北斗卫星定位，监测到这个滑坡点有位移的现象，再加上石门连续遭遇了强降雨的袭击，对于这个相关这个区域的群众，提前进行了人员的转移，而且在居中安置，而且要求。在这个危险危警报未解除之前，不得离开铲子回家，防止发生人员伤亡。